Good morning, everyone. Hola, amigo. Hola, amiga. It's the morning. The black cloudy.Like a cloudy. You heard i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向东，欢迎来到 East West USA TV， 很高兴和大家又见面了。这是早上的七点多，天空是有很多的黑云。可以安静的听到蛐蛐在叫。每天的气象是如此的不一样。早上还是有风啊，在夏威夷的时候也看到这种黑云，是火山云吧？夏威夷的火山还是比较活跃的，火山爆发，出现那个新那个样子，很漂亮。给大家分享做 YouTuber 有趣的事情，就是我在星期四的时候，在我们学校图书馆碰到了杰米，他是有17万的用户，我是他的第170152位订阅者，他是我的第94位订阅者，现在我的订阅数已经达到105。所以我们离170000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差距，所以我们要把目标制定得更大一些，我们要有170万，有1700万，1800万，甚至要有1.8亿的订阅数，这是我们未来的目标。但首先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小目标，先订阅数先上升到1000，基本达到这个及格线，然后再说进一步的发展。昨天晚上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一期制作那个满意聊那个视频，杰米把那一期视频发出来了，然后就有他的粉丝，他的粉丝非常多，17万呢。他的粉丝就说，就看到了我的镜头，就看到了一个中国的牛仔在里面和他们打招呼呀，给他们写中国名字呀。他们发现了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中国牛仔的出现虽然很短暂，但是给大家印象深刻。有一个朋友就发起了让中国牛仔回来，回到他的节目中的一个话题的，发起了这种话题，然后我就给他回复了，我们俩也是惺惺相惜啊，英雄惜英雄。我感谢他的帮助，因为频道要发展必须是有这种
大的能够带带我们这个小的，我们的粉丝少了，我们应该导入一些流量。嗯，昨天是有昨天的五个粉丝，全是美国这边美国人吧，有一个加州的，很看到很喜欢达拉斯，就给我留言，我也就是互粉了他的频道，他现在粉丝200多，他现在主要是在加州那边活动，我现在是在德州这边活动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了那个叫艾美丽，澳大利亚的粉丝，他是一个歌手啊，他拍片，他现在在国内的那个今日头条也发了，也得到了推荐，所以应该是海内海外并头发展吧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注册一下今日头条和抖音，这两个视频应该是很好。然后 YouTube 群里面也是有一个朋友笨，他是加州的，他给我们发了一个，就是说怎么做好这个 YouTuber。 我看那篇文章写的还是非常棒的，谢谢他的分享，我们是需要有爱的人来帮助我们。那边还是天边还是有飞机，因为他这边达拉斯的机场还是比较忙的，所以比较忙碌的一个航线。达拉斯这边有两个机场，离我们这边大概是30到50分钟。达拉斯很大，这福沃斯也是很大，因为这边是牛仔的故乡嘛，牛仔的故乡。所以昨天把那个明信片这个写了一下，然后寄给自己亲人和在美国的好朋友们。昨天给杰米也是一个留言，就是把这个我们相遇的奇妙故事讲了一下，说下个礼拜我还会在图书馆出现，所以那是一种巧合吧，但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帮助。昨天 Mark 朋友 Michael 给我说，如果想做好的话，必须是在编辑上面，编辑视频上面下功夫，要把编辑这一块要从零开始，要学会学到位，这样的话才会取得一种进步。所以感谢好朋友们的鼓励，感谢美国生活指南穷人版的版主，恭喜我破100了，因为从2位数到3位数不容易，从3位数到4位数，到5位数，到6位，到7、8、9、10位，10位数，我们就要一点点努力付出，每天都付出努力。我的谷歌地图上面现在是1002万吧的点击量，因为我比较喜欢拍照片，现在是比较喜欢拍视频。希望你能拍出更好的视频，像这种这个向日葵一样在这个野地上生长，也能够深深扎根到土壤当中，然后努力的向上生长，然后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，这是我想要的。昨天这边放了烟火，因为这两天好像是美国的节日。我昨天是8点多去那个想去 OK 那个舞厅看一看这个美国人跳舞，还有墨西哥跳舞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墨西哥的跳舞舞蹈动作
就是很让人觉得很特别有趣，所以想看一看是什么样。结果去了旁边那个店，两个朋友讲就是他们这一周不开门，然后下一周我们看看下一周是否有合适的时间，我们去这个舞厅去看一看。它是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然后牛仔的小刀不能带，然后进门的时候要搜身的，不能喝那种酒。然后他们两个介绍说是很安全的。好，谢谢收看这期节目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